受损的膝盖软骨又被称为退化性关节炎，主因虽是老化，也包含肥胖、受伤、骨头疾病、膝盖过度负重等等，都可能引发。因此，提前保养关节健康格外重要。动森特卖会特别推荐来自韩国的 From Bio 乳香树关节软化补充剂，可以透过乳香中的乳香酸，一方面减缓发炎，还能促进关节健康，甚至有中医师会使用它来减缓关节炎。今天是采用的是乳香树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原汁原液来萃取出来，因为乳香树呢，它第一次是在印度被发现，然后都发现说它是对于关节的所有这样子消肿啦，或者是这样改善它的不舒服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棒，所以呢，这家大厂呢，它就把所有这样子的一个原料的萃取，再加上21种的成分，把它砍败在这个里头，那所以光这一颗里头呢，含有21种天然的成分。此外，专家也提醒，软骨损伤各年龄层都可能发生，且除了规律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，还要适度补充保护关节的营养品，两者并行才是最佳的保健方式。吃法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一天只需要两颗。那你在吃完这两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它在除了在这样的正常的免疫功能之外，它的抗氧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配方，所以吃了之后，你会觉得说，你平常可能有点关节疼痛的，它可以慢慢帮你做到减轻的作用。然后呢，你平常可能是脚会浮肿的啦，那你觉得鞋子怎么穿不进去、套不进去，这些都是因为身体的机能比较不好，所以它可以帮你做到减轻浮肿，甚至于活动障碍、活动不方便的都可以帮大家做到减轻。一天两粒，有效减少关节疼痛、发肿以及活动障碍。 From Bio 乳香树关节软骨补充剂独家优惠，含税免运费。观众查询更多详情请上东森特卖会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